拍卖开始，马家窑煤矿，起拍价，大洋，20000元起。10万，11万，11万5，12万，我出13万，13万5，15万，15万，16万，16万一次，16万两次，17万，17万一次，17万两次，17万三次。赚了！您把咱家的田产、矿产全给当了，开工没有回头箭了。怎么样，够数吗？太好了！成绩斐然，成绩斐然呐！这回我们总可以买一些大家伙了吧？您让我匆匆忙忙地赶回来，是不是就是希望让我和您一起把这钱给国家捐了？雷头，明天一早你就跟我回昆明，到居委会昆明兴营，代表我们水家把这些钱捐给国家。跟他们说好了，这次不买吃的穿的，单位我们远征军买飞机大炮，让我们的子弟兵在前线狠狠地砸他个日本鬼子。好，爹，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三妈他们在门口偷偷地哭呢。辅导人家懂什么？国破家必亡，国胜家才行。就有一条，我留不下什么遗产了。对不起你和景轩，爹，您给我们留的遗产比天还大。撤队的吧，撤！哎，邓哥，车来
你怎么在这儿？我看你的车过去了，我就追上来了。哼，怎么样？这一路上顺利吧？啊，那他呢？他在车里睡觉。这样，我先方便一下，你去车里看。哎，别别，别跑，我该怎么办啊？凉拌热拌都行啊。抢亲总听说过吗？啊，勇敢点。怪你毛手毛脚的，怪我，怪我，我来找什么？梅姨，嗯，什么呀？哥，过来一下。怎么了？这是什么？这是鸦片。哪来的？树上掉下来的。这都是这几货在哪儿装的？那旭，当时车队在装药品，单就把我们这辆车调去了军用仓库，是一群士兵弟兄装的车。管仓库那官很客气，不是给烟抽就是给茶喝。我就没来得及看这些货。这是有人在发国难财，走私毒品的。真有这样的人？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而他们竟然走私？这就找他们算账去。等一下，这些人既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肯定有准备，有后台。他要死不认账呢，你也奈何不了他。那就听凭这些坏人瞒天过海、伤天害理吗？这样，我跟你们回昆林，向当局举报这帮败类。刚才宣布了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上将的任命。现在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在座的诸位将军要服从史迪威参谋长的命令。史迪威参谋长是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最高指挥官，拥有统帅权，而罗卓英司令长官、杜聿明副司令长官是史迪威参谋长的执行官，驻缅参谋团的林卫团长、段忠仪副团长是史迪威参谋长的幕僚长，
参加作战的筹划和决策。我想，今天我把话都说清楚了，希望诸位将军照此办事。我已经批准了由杜聿明策定，经史迪威参谋长、罗卓英司令长官一致同意的平满纳会战计划。拜托诸位了。Didn't you accompany Zhang Jiaxue to Mandalay for the inspection? No, I did not, because I got more important things on my mind, like the Ping Ma Na offensive. Only one problem, though. You guys keep retreating.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about that? How confident are you of this battle plan? My General Slim has drafted a Mandalay offensive plan. You should read it. In fact, we should give up Pian Ma Na. Our two armies should retreat to the north together, to Metilia and Taizer.We can rebuild our positions and then launch the Mandalay offensive. Now, wouldn't that be more appropriate? General Alexander, I want you to take a look at this map, okay? General Alexander, please. Now, you Brits, in 12 days, have retreated from here to here, 300 kilometers. Now, what do you want to do? Go all the way to India? Is that really what you want to do?Why are we here in Burma? Chinese, British, Americans, for one reason and one reason alone, and that is to get rid of the Jap. Now the Chinese are all ready to go. They are ready for the Ping Ma Na offensive. There is only one problem, and that is you. You keep on retreating. Now, what does that do to British honor? General, suck it up.Very well, very well, if you're so insistent. It's not me being insistent. It's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It's reality. Zhong Neng.在曼德勒视察了一天，我心里踏实多了。看到你的新三十八师兵强马壮，斗志昂扬，准备的相当充分呢。在没来的时候，说这个地方屡遭轰炸，到处是残垣断壁。可是来了以后呢，交通畅通，街面有序，清洁有序，好啊。哎呀，郑能啊，这足以证明你治乱应变的能力很强了。我希望你在今后的战斗中能够多打胜仗，听到你更多的好消息。谢谢伟座，鄙人一定不遗余力。平满纳会战的重要性，昨天我已经讲了。现在我们又看了曼德勒的地形，这就更加显示出我军在平满纳会战取胜是扭转缅甸战局的关键。诸位将军们，全中国、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我对你们更寄予厚望。但你是一名优秀的军人，缅甸战事复杂呀，中能啊，希望你能和杜聿明心诚团结。
谢谢伟族夸奖。丽人虽非皇甫弟子，但作为军人，绝不辱使命。好。段兄，手怎么样？还是不行，伤武没掉，更严重。哎呀，二本师这次出战了不得呀！美国、英国的舆论大加精赞。美国总统罗斯福说你是盟国军人的楷模，好评如潮啊。校长，海鸥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再接再厉。嗯，只可惜啊，只可惜有点有始无终。部队现在的情绪和斗志如何呀？校长，我是官兵，经历铜鼓一战之后，仍然是士气高昂，信心更足。在这几天的休整当中，各团、营、连都做了战斗总结，特别是对铜鼓一战做了深入的探讨，以敌再战。这么说，二百师仍然可以投入战斗。校长，您的二百师仍然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光荣。光荣啊，这才是中国军队的军魂，这才是我的二百师。好样的。陆将军，你的作战计划很细致，如果把这些修改意见加上，就更加完美。我同意史迪威参谋长的意见，光听你说呢？我没问题，我马上根据参谋长阁下以及司令长官的意见进行调整。不过，我有一个提醒，我们一线部队要注意英国人的动态。Reporting, sir.David, there's someone out there looking for you. Hello. Hello. 二哥，好，沈记者，你好，你好。哎，二哥，关于我们俩的消息，有没有听说什么呀？没有啊，不会吧？我们发表了这么多文字配图片的独家连续报道，在国内外的新闻界都名噪一时呢，你居然不知道啊？你我当然不知道了，水记者我还能不知道吗？我跟你们说吧，盟军总部上上下下都夸你们两个呢。是吗？哎，英华，这事也许就好办了。对，二哥，我们奉中央通讯社之命，决定扩大在缅的采访范围，进行有重点、有目标的深度采访。你们不会是想采访英军吧？二哥，你怎么那么聪明啊？我还没说你就知道了。采访远征军需要我吗？水记者，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事情我真帮不上忙。这，一是你被英军扣留过，二啊，英国人最怕的就是把丑陋的一面暴露在世界面前。所以，无论是总部还是爸爸，他都不会同意的。哎呀，二哥，所以才找你帮忙的嘛！别闹了，你帮我们跟那个新军新闻官打个招呼嘛！不行 ，David， 我是这么考虑的啊，如果我们能够近距离的去观察英军，不仅能够在新闻上独辟蹊径，而且我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更为全面的去反映这场注定要成为历史的战争。不过，至于我那个。被英军扣留的事情，我想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对呀，对呀，哎呀，二哥，你就帮帮我们吧，你答应我们吧，帮帮忙 ，David。哎，
说什么我还没答应呢。哎呀，你 ，David， 帮帮忙。行，还是二哥好。距离仁安枪有多远？至少一天的路程。现在每天都是日本人，我怕万一，还是向导熟悉情况，安全最重要。万一出了问题，我可担当不起啊！绕过这，明天傍晚我们一定要赶到仁安枪。那还等什么呢？走吧，走。走。水记者，燃枪怎么那么远呢？快了，有鬼子！你们往北走，我引开鬼子。你怎么？别管我了，老柴，快带他们走！不行，不行，快走！You can stay here tonight. I will arrange the interview for tomorrow. Thank you. Good night.
我们安全了，安全了。诸位，今天临时找大家开这个会议。西线战场出现了始料未及的新情况。General Alexander, details. Generals, the 1st Burmese Battalion and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7th Brigade have been surrounded by the Japanese at Yenanyang, the oil base. The situation is critical.I ask Allied headquarters and our Chinese allies to send troops to save ours immediately. 诸位将军，英缅一师和装甲骑旅在石油基地仁安羌突然遇到日军包围，现在危在旦夕。我请求盟军总部和中国盟军立刻派兵为我部解围。英缅一师和装甲骑旅。怎么会出现在仁安羌呢？这难道也是平满纳会战计划的一部分？英缅一师装甲骑旅不是在西线吗？怎么跑到仁安羌去啊？回故城。爸，Chief of Staff, 7,000 noble lives are in great danger. You 这是想去哪儿？Excuse me, where is everyone retreating? Have the Japanese sent in the 仁安羌？My child, the army have stopped resisting. You must leave quickly. God bless you.
说什么呢？怎么了？General Stillwell， 各位，此次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玉明深感责任重大，不敢稍有懈怠。中英两国是盟国，中英两军是盟军。什么时候？歃血明志，戮力同心。我们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挡住日军对缅的攻势，消灭日军的主力，保证各个盟国在缅的利益。但是当我二百师抵达铜鼓御敌之时，也正是我们高贵的英国盟军撤退之时。虽然我二百师英勇阻击北犯之敌，但失其侧翼，侧翼你们英国人招呼都不打，悄悄地撤兵了，这叫盟军吗？最终我们不得不撤出铜鼓，与参谋长并筹平满纳会战计划。让人想不到的是，在短短的十日之内，由于你们英军一撤再撤，使重要的能源基地仁安羌暴露在日军的刀锋之下。如此，平满纳会战计划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General Du, Yunnan has not just been surrounded by the Japanese siege. They've already broken through. 7,000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Empire are facing extinction. They have no way to retreat. I ask the Chinese troops to break the siege immediately, without delay. 杜聿明将军，仁安羌已经不仅只是被日军围困，而已经被日军突进。帝国7000名来不及撤退的官兵被日军包围，面临灭顶之灾。我请求中国盟军立刻派兵为我部建立，可不可？亚历山大将军阁下，我军现在执行的是中国战区总司令钦定平满纳会战计划，各部现在都在备战，无兵可以调往仁安羌做解围之力。况且将军阁下也没有说明白，在仁安羌到底有多少日军。直说吧，包一个饺子需要多少面？仁安羌被围的7000英军，那么日本人应该是多少呢？救兵，我们又该派多少人呢？将军阁下，7000人的部队，有战车，有大炮，如果他们自己都不能杀出一条血路的话，我们谁有本事把他们背出来？谁有？老大，唇亡齿寒，大局已定。What are they saying? About dumpling. May I remind you that those that are surrounded in Yunnan are not just soldiers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y're also missionaries, reporters, and other non-military personnel. They'r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itizens of China. 我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在仁安羌被困的不仅仅是大英帝国的士兵，还有大量同盟国的记者、传教师和非军事人员，也包括美利坚合众国的和中华民国。一个萝卜一个坑，我手上的兵力有限，对于英军一退再退给自己造成的困境，我爱莫能助。
我必须保证平满纳会战计划。如果因为临时变故导致全局失利，那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General, there is no battle in Piamada. Our 7,000 troops have been surrounded by the Japanese for 2 days. They have no ammunition, they have no food, and they are short of water. That is why I'm here. 将军，平满纳已经没有会战了。我们的7000人部队已经被日军包围两日，弹尽粮绝，水源断绝，眼看就要成为日本人的俘虏。这就是我赶到这里的原因。你们怎么能见死不救，无动于衷呢？To let the British troops perish at Yenilyang is not only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British, but also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s and the Chinese. The British are your allies. They've made great sacrifices fight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That is why I feel I have the right to demand your help. 让英军主力毁灭在仁安枪也不符合中美利益。英军部队也是你们的同盟，我们为了抵抗日本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危急关头，我有权要求帮助。All right, everybody's a little keyed up. Here's a Chinese phrase, and the rough translation is: For every bridge, there's a way across. It means there's a solution to every problem. George, ST Bricknell. You are right.We're gonna have a tea break. 中国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当时听说的就是你受伤。周，这是新晋入缅的第66军新编38师长。孙将军，我知道你。1927年，弗吉尼亚陆军军官学院，战役指挥系，优等生，对吧？谢谢你，前辈。不，按实际作战来说，你的资格比我高。我知道，你早在1937年参加了淞沪抗战，负伤13处，伤好了之后，你又参加了。保卫武汉战斗，2次立功，我说的没错吧？没想到参谋长对历任如此了解。中国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为什么在缅甸出战不利？就是因为我们对敌军所知不够，对友军也所知不够。那如果我对我自己的人再一无所知，这个仗怎么打？我认为戴安兰的200师和你的新38师是远征军最有力量的，得两只拳头。只是200师这只前次拳已经打出去了，但是您新38师这只后手拳就在那儿。是啊，戴师长已经把日本人的鼻血给打出来了。我们千里迢迢的赶来，到现在还没开上荤呢。新38师的任务目前是警卫曼德勒，以保证整个战线中部的稳定。孙师长还是曼德勒卫戍司令部的司令。曼德勒已经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成了废墟。我这个卫戍司令的任务是搬运遗体、救治伤员、清理垃圾。当然了。还有肃清缅甸，我的官兵对我都有意见了，说我们是来打仗的，不是来打扫卫生的。听见了吗，周？孙师长在话痨。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一个会打仗的部队老是不务正业。你们最靠西的部队在哪里？113团，在乔克巴达。打仗。就像拳击一样，我们这个前手拳已经给了日本人狠狠一击，收回来了。可是现在日本人又给英国人的干部
先在英国人被日本人掏出脖子弄走，那现在你愿不愿意给日本人来一个凑过去？求之不得。 Time is up.